祥如充满韧性的生命力令在场评审心疼不已。我看你这样我都觉得好心疼哦，这么早熟，我就觉得上帝给你很棒的一个个性，让你能够开开心心的面对所有困难的事情。真是老天爷亲吻过的嗓子，这首歌真情流露，我认为穿透力非常的强。